尽在运通。人因有本无所惧，树因有根不动摇。大家好，我是任俊，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。那加权股价指数的部分呢，目前盘中开高走低哦，还是上涨了将近40点左右哦。那今天的开高走低呢，其实它也是一个正常的回档现象啦。虽然说它是一个小黑棒啦，但是注意哦，现在的大盘已经回到月线之上了，它已经回到月线之上。那现在呢，月均线它是上扬的关系哦，所以短线拉回来，整体的多方趋势它都是没有改变哦。操作上面呢，一定要掌握好节奏跟方法哦。不是叫你去溜股票，强势股买短线上弱势的时候，你的买点只要是对的哦，未来有一个很大的利多，这个利多呢会让你赚大钱。那你说行情来到13000点附近，你要去做放空吗？那我常讲啊，其实放空操作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你要知道，空一档股票啊，你最多获利就是100%，但是你一旦被嘎上去了哦，你要是被嘎到空单的时候，你的损失会是无限大的嘛。所以呢，在行情震荡整理的过程，其实有一半的股票它会是涨的，可是有一半的股票它会是跌的。那投资朋友，你会觉得很害怕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看到了8月20号这一根有没有大跌，跌了600多点，你会觉得很担心、很害怕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说，就算这一根下来之后，全市场的人每一个人都在关注这个地方，每一个人都在关注这个大跌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关注到这一根下影线啊。如果今天行情它是直接一根长黑，那当然很危险啊。可是那个下影线拉了200点的下影线是谁干的？是谁把那个谁在那个地方用大量的资金把它拱上来？一定是有一些市场上知道消息的人嘛，他知道说未来会有利多发生，所以呢，他逢低来去做布局动作。那利多我也帮你准备好了啊，我说未来最大的利多在这里啊，这个都还没有出来嘛。全球疫苗最大的一次的这个疫苗的研发，我告诉大家说，现在已经有2款疫苗进入三期。这个2款呢是中国疫苗，我们不要看它，可是呢，美国跟英国各有一款的。它各有一款疫苗要进入到三期临床实验了，现在已经在三期了。那昨天有讯息传出来啊，就是美国这个 Moderna 的这个疫苗的数据其实是非常漂亮的，它已经非常漂亮了。所以呢，未来整个美国政府哦，年底11月3号就准备要大选了，在大选之前，我认为它非常有机会实现这一件事情，叫做它要为牛津大学的疫苗提供使用的授权。不管是牛津大学还是 Moderna 的疫苗，我觉得在十月份，他就可能会为他提供授权了。如果今天真的美国政府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认为现在股市你所看到的高点都会是高点吗？疫苗出来了，全世界的经济从原本的谷底开始慢慢的开始做回升了。那现在看到的是最差的情况，那不就是一个最好的开始？所以呢，你千万不要觉得说行情涨多了，台股之所以可以这么强，因为我们站对边了，我们站到对的一方。包括现在去中化，不管你是去中化还是去美化，甚至还有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去韩化，因为韩国南韩太过于亲中的关系啊，美国现在准备把它踹出去了啊。美国现在准备把它踢掉，所以韩国的订单它会往台湾去做移动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个订单如果真的我们这次有机会去超越南韩的话，那台北股票市场不会变变叫啊。所以你都觉得说行情来到高点，行情来到一个历史新高的附近，可是有人在这个地方还持续的去做投资的动作，还在扩产呢。如果今天未来没有前景，我相信这一家公司他不敢扩产，但是就是因为未来真的太过于美好了，这未来的前景太过于乐观了，所以他要赶快扩产嘛。所以你有看过台积电，像他台积电他在扩产，对不对？你有看过他一年哦，
一年之内他买了四块土地吗？从来没有过呢，他从来没有过一年直接买了四块土地，斥资100亿元来去做扩厂，哎，从来没看过 ，never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台积电其实对未来的它的需求来讲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嘛。那如果台积电护国神山，它都不动了，它未来都觉得说还有大成长的机会了，它都没有下跌的一个疑虑的时候，台北股票市场会跌到哪里去？所以你看哦，很多人在看衰台积电，他只给一个理由，他只给大家一个理由，叫做台积电涨到400块钱以上太贵了，是真的是这样吗？然后呢，不敢买台积电，你跑去买联电。那时候叫很多市场上的专家不是都在喊这一档股票吗？他都在叫大家买联电啊。但可是你重点是，联电跟台积电本来产业的竞争对手的状况就不一样嘛。联电只有28奈米，台积电现在已经要进入到5奈米的时代了。那你说你不敢买台积电 ，OK？ 你觉得台积电涨很多，结果台积电创新高。然后呢，你买的联电你会赚钱吗？你买联电你有赚吗？所以市场上面哦，你在操作上面真的需要专业来帮你做协助啦。当你看到很多恐慌因素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华为封锁，华为被封锁又什么关系？台积电不接华为的订单也没怎样啊。联准会对未来的经济悲观很正常嘛，疫苗还没出来啊，疫苗一出来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啦。解放军环岛大演习，有种就打嘛。那你说现在真的打起来了，你手上好，你真的没有股票，但是你手上的钞票一样都变币值啊。台湾毁灭了，你新台币有用吗？可是如果你放在股票市场里面呢，你在看到那种恐慌的气氛，8月20号，你看到这种恐慌气氛的时候，你真的下去买股票，就现在的角度而言，你看到的就是涨上来了。所以你报股票跟报钞票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你不要酸打起来，尤其是未来还有疫苗的利多哦。这个疫苗的利多，那真正出来的时阵哦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台北股票市场，不管是台股啦，甚至全球的股市，都会欢声鼓舞啊，大家都要大涨来做庆贺啊。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就去放空，你会错失两个事情：第一个，你有被轧空的风险；第二个，你会错失掉买股票的机会。一来一回，你知道差的有多少吗？光你的损失，放空的损失，被轧空的损失，再加上说你因为涨上来，你没有在低档的时候去做布局的动作，那个涨上去的那一段没赚到，这样一来一回，我们两个的财富又差了一大截了，能够差几这里啊？所以我说你不要害怕，重点不是在于行情的震荡，而是在于你买卖的节奏感。所以我只强调，我们就是要买起涨不追涨，而且我用低买三法，对不对？当我用这个低买三法，你不会怕、啊、指数大跌，我不跌，均线向上还会上，量缩回档它会继续涨，它会继续涨。所以当指数大跌的时候，我告诉你说，有一档个股特别的厉害，这个你要特别的去做注意，因为当时哦，8月20号那一天，加权股价指数它已经跌破月线了，当它在破线的时候，是最好选股票的时机，因为有哪一些个股它是均线还往上走的。均线向上还会上，它连线都破不了的时候，代表这支股票有人在买，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嘛。所以我说这支股票你要特别留意啊，量占比从180来到20，有没有？我当时跟大家讲的、啊，这一些大量是谁在做布局的动作？如果这一档股票没人买，那就算了。可是居然有资金在做大量布局，整理量出来，突破量出来嘛。只大盘回档测月线，这一档股票连月线都测不过去，那我说他有机会啦。这五郎那边有人在做偷偷进场布局的动作，他是谁？他不就是6538的昌河吗？昌河啊，这一档股票它的本益比非常的低哦，它本益比非常低，虽然它的股价高达200多块钱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它在市场上面的市占率，不管它的机台的市占率，或者是它的获利能力，都是在业界里面龙头的啊，第一名的啊，尤其是在太阳能。
所以你看到说，当时我告诉你说，强势股拉回，你要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。如果你当时有跟着我的脚步下去做布局，那你看哦，行情开始涨了嘛，均线向上还会上，量缩回档它继续涨，结果呢创新高。所以大盘跌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重点是你要买的点位是对的，强势股拉回你要站在买方啊，所以我当时买进的价位在233块钱啊，233块钱买进，到今天6538的昌河指数回档一样创新高了，亮灯涨停板创新高了啦，尤其是它今天除权息哦，它今天除完权息之后价差这样子的价差53块钱，然后再给你什么，再给你一根亮灯啊，这样不就是操作吗？所以最好的买点在哪里？强势股拉回，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动作啊。所以大家很害怕啊，但我说均线向上它还会上嘛，大盘跌破线，这一档股票连线都跌不破，那不就是有人在偷偷布局吗？加的大量就代表说加有人在逃位，有人偷偷在布局的动作，量占比从180来到20，未来会成为市场上的主流，你现在看到啦，但是有没有提前告诉你很重要啊，8月20号那一天的线图，包括 VCR 你都可以去查查看我是不是这样讲的。所以我们的操作其实你不用害怕行情的涨跌，真的就算大盘回档，我告诉你涨停板的加速，今天涨了多少点？48点嘛齁，涨停板的加速高达18家，跌停板的加速也才2家，你较戆的你嘛是爱酸多方的这一边嘛，涨停板比较有机会啊，难道跌停板比较会有机会吗？所以呢你不要害怕行情，跟着我们的脚步，用低买三法就可以了，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，你向下空间有限，未来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。我们先进一下广告，广告回来继续再讲。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2781-090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2781-0909，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2781-090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2781-0909，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2781-090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2781-0909。车怎么开的？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宝：一、开启危险警告灯，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；二、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；三、标会车辆位置，可用手机拍摄机证；四、无人受伤时，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；有人受伤时，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；五、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，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，放拨话移等就对啦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，我是任俊，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。那其实齁，投资朋友们，你们会看到很多市场上的专家在预测行情啊。那其实我是认为说，行情当然我们要先去做评估的一个动作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100%一定都是正确的。
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。但是你在遇到那种错误的时机点，或者是真的会发生的那个错误的几率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来去做应变是很重要的哦。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很害怕跌，但是其实股市里面啊，下跌的几率它是很小的，上涨的几率它是比较大的。可是因为下跌会造成市场上的恐慌，那大家都会有那种害怕的心理，每天都会怕跌怕跌怕跌。但是其实真的你仔细去分析的话，你仔细把这个历史的经验拿出来看，其实股票上涨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哦。所以像巴菲特有没有，他从来没有做空啊，他永远都不做空，可是呢他是世界的首富之一嘛，前三大的首富不就是他吗？那你说不做空一样可以成为世界首富啊，那我们呢只要能够效率化的去操作就好啦。因为同样一个时间点上面，你选择做多跟放空啊，你得到的结果，你得到的那种几率是完全不相同咯。比如像说当时我们在买金像店的时候，这档股票现在很多人在问啊，那我也跟你讲，我买的点位就是这么低啊，我买的点位就是在8月5号的时候先预告给你啊，我说会不会被击高票，但是我没有再用追价的方式，我是拉回下去买嘛。42块钱买的时候它是跌的，一起拉过来，它跌下来的时候，我告诉投资朋友说，这档股票你要下去做布局动作。我相信当时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啦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看涨停板，每一个人都喜欢追涨停，因为你觉得说你哪六涨停了，明仔再够几支，后日够几支，所以你会赚大钱。那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种铁律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专家把它搞成这样，但是。重点在股票市场里面，低买高卖才会赚钱，对不对？一定是给给阿基贝未来起起来时阵，真的有涨停，你才能够赚到涨停板嘛。所以我当时8月6号下去买的时候，它又马上它也没有涨停，它也没有亮灯，它也没有大涨，它是跌的，但是它也没有马上上来哦，一直到8月10号的时候，它才创新高哦。8月10号它才创新高，中间隔了4天啊，但是创新高之后就 hold 不住啦，就上去啦。甚至指数大跌113点，它涨0.57点，这天关键啊，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卖掉了啦，因为被这个吓到了，被指数大跌吓到了，结果很多人觉得他自己卖在高点，就卖完了之后隔天就哦啦，因为指数再度跌109点，对，指数你对了，它继续跌了，但是这档股票亮灯涨停，它反的亮灯涨停，才一天的时间而已，差一天而已，差这么多你看，所以你看哦，指数跌有什么关系？指数大跌是最好挑股票的时机啊！你今天指数跌下来了，你的股票还能够涨，那就代表说哦，你也够票有够强，你这个老师够厉害。甚至说，指数只要一回档，开始回到它原本该有的水准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就涨上来了？所以8月13号再创新高，涨了24%，有没有？5天的时间涨24%。到上来的时候，6天的时间涨26%。8月14号的时候，8月18号的时候，8天的时间涨了33%，涨了33%。到8月21号的时候，整个8月都在涨啊，整个8月都在涨。8月21号来到亮灯涨停板，涨了36%，涨了36%。那你说你做空一档股票，你要把它空36%下来，有这么容易吗？干有这厉害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做多股票，你的买点是在那个低低的位置点上面，你买拉回起来的时候，你有差不多要四成通啊赚啊。所以，如果今天给你做选择啊，今天真的时光机给你的，那你今天如果愿意做选择的时候，你想要坐在哪一边？你想要去买它还是去空它？就好啦，就算给你空在这个最高点的位置点，好不好？给你空在这个60.7点的最高点，就算它连续1、2、3天的回档，马卡差不多10%，也差不多快10%而已啊。但是你要承受多大的风险，你知道吗？你的风险是无限大，只是为了要赚那个10%，干那为着要赚那个10%，结果你可能要撩几只乌龟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你要去放空？我也不懂啊。你今天如果真的空对一档股票，你的风险性这么大的情况下，你的获利就那么一点点，赚就赚几个餐饮，料拢料几只回轮机，
你去放空真的会赚钱吗？那如果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八月六号的时间点再来的时候，你要底价跟我走吗？你要不要跟我在这个地方下去做布局的动作？我若买底价，向下空间有限，向上获利无穷啊！所以我很喜欢人家去放空我的股票。今天你就尽量你去加空，券单越多，他嘎的越爽，他嘎的越厉害。短线上的回档我根本不会怕，我就说接这个股票，他现在的券单就这么高的情况下，未来都有买单帮我撑上来啊，他都有买单帮我撑上来啊。那如果未来的券单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嘞，当然未来嘎空的机会就越大啊。我现在只是在等一个讯号而已，等一个讯号出来的时候，我要再去做加码的动作啊。这个讯号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？它叫做 KD 指标。那它为什么会回档？你从 KD 指标的角度来看哦，导播帮我笑下面，谢谢。 KD 指标出现高档背离的情况嘛，对不对？当我的股价过高之后，哎，我的指标没有过高点，对，它确实会开始做一个回档的动作，但是它在整理的过程当中，我的均线还是往上走的，它还是往上走的，所以呢，它的修正的空间在这个地方。那居然解铃还需要系铃人的时候，一旦这个指标开始出现一个反转讯号的时候，就是我加码的机会了，它就是我加码的机会了。所以我不是看衰它，我也没有说今天因为它跌下来了，我都不会讲啊，我不会这样做。因为我知道我的看法是对的，我的看法是正确的，甚至说行情回档的时候，我也一样啊。我是不是带领我的会员、投资朋友们避开了风险，对不对？避开八月二十号那一天大跌的那一天，甚至我们还赚钱嘛？高手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，而是懂得把烂牌给他打好。但是你要能够避开风险，你要先看得到钱往哪边跳。他往哪个方向去做移动哦？所以当时做生技在骂电子，做电子在骂生技。我说我两边我都不要，这两边我都觉得风险都太大，所以我那时候去做这个东西叫做资产，三十年一遇的资产大喷发。当时我就跟大家讲说我要买资产股，好多人在笑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赵老师练这杯资产？哦，对啊，我就是觉得啊，电子太贵，生技也太贵。那当然啦、啊、我要去买资产啊，资产够便宜啊。所以当时我在买它的时候也很多人在笑我啊。我说这个叫做大公投嘛。大公投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，多头吞噬的走势，月线还是上扬有撑啊。所以呢，月均线它会给我提供一个支撑的力道，强势股拉回你要买。你要买。所以第一次的买点在8月18号的时候 ,10.7, 讲了就要干，讲了就要做。10.7元买进，10.65元成交，当时也是没有涨。甚至呢，10月20号有没有指数跌啦、啊？跌了400多点啊。对，这档股票也跌下来了嘛。但是你一准啊惊吼，你都探无啊。因为8月20号指数跌下来，一样照买，空手者买进10.5元买进，10.7跟10.5差不了啊，差不了多少钱啊？都在我成本附近。你新进会员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你多，你可以便宜200块。你一张你便宜200块，但是你一定买得到，因为跌下来每一个人都在抛啦，大家都在卖股票啦，敢接的人不多，但是我敢，因为我看得见未来，我看得见未来。所以当我买完的时候，8月21号亮灯涨停板，8月21号来到亮灯涨停板，它不是生技，它也不是电子，重点是它会涨停，我就是要这样子的，我就是要这一种的股票，我管它是做什么的。所以当时呢，你看哦，8月18号买的，涨上来拉回，对不对？8月20号再买的还是一样啊，都是在月线的附近，为什么不敢买？强势股拉回正在买方，两次的买点再来亮灯涨停，所有的人 everybody 隆中叹息。你说8月20号指数重挫呢，400多点啊，那我们还是赚钱的啊，我们有影响吗？都没有啊。但是后来我把公信出掉了，我说我要去低阶，我要去低阶未来的很重要的叫做绩优的电子族群。我也不是说资产就此结束了啦，只是说有一些个股它在跳动，你要掌握好。像这一个，我认为它就是资产未来接棒的人，它就是资产未来接棒的人，一样本益比不到5倍啊，量占比从700来到200，开始有人在买啊，开始有人在买了。
高手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，而是懂得把烂牌给他打好，那你要怎么去控制你的风险？我也教你一个方法，低买三法。指数大跌我不跌，均线向上还会上，量缩回档它会继续涨。如果你真的不会用的，我建议你直接跟上脚步来，我都 ready 好了。因为下一个叫做电子的行情，第三季开始苹果它准备要出 iPhone 12，现在的 Lightning 的接头要改成 Type C 了，那当然这里面有好股票可以买，股价非常的低，回测均线它是一个最好布局的时机哦。养标股赚行情，买起涨不用去做追涨的动作，扣讯你排咧，你带我行，咱同齐来打拼。感谢大家接着收看，预祝大家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2781-090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2781-0909，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2781-090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2781-0909，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2781-090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2781-0909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。国内社区疫情风险相对稳定，请大家继续注意。